风沙必见传金甲，玉树求酒归一统，玉武丁束手求擒啊！秦鄙，你我忘了剑道人形是由我陆家提供，只有陆黑家改变指令，剩下剑道人形拢会回归五洪控制。陆黑家，谁呀、啊？是那名懦夫吗？苏格林孙，剑道人形该由你所创造，快离开收回剩下剑道人形的控制权。剑道人形一旦认主，忠心不改，陆爷实施武者为何结了？你竟敢背叛我！